者道着山，味道山头。为推动特色文化与文化旅游融合发展，我市提出到小公园历史文化街区保育活活动，有机融入着山每只文化，新建顶帮路每只街。近日，山头加拿大发出顶帮路每只街明日登记活动，引起各界广泛关注。记者刘国高，顶帮路每只街将接住20多家古钓山特色街餐饮老字号，打造成集餐饮甲文化展示、文化创意、文化交流等一体体界每只拍卡点。目前，每只街界招商引资、设计装修等工作正无数推进，各位2023年元旦起有影。作为真经界商业繁华之地。顶帮片区唔单沉淀着红色革命历史，还是江镇山头堡历史文化变迁界荡悠苦福。山头开埠后，顶帮街就逐渐发展为当时最繁华的商业地段，分布着学校、商铺、批发甲银庄，还接住了当时山头四大百货公司等个三家。自上世纪20、30年代。山头社区已经形成三大商业网，即小公园、西洋直升平、西岸直顶帮。其当个直顶帮，指个就是顶帮街。它主要呢还是以这个零售为主，就是老百姓日常生活中有用到的东西，平平、广发还有正源这三大百货公司都在这个正邦街里面。当时的朝阳、揭阳、大埔、梅州的人来到这里，然后呢就聚集成市，就在这里开了这些店面。1930年代，东港东洋交通局宣布顶帮街七号建立上海东华药邦山头分号作为交通局直属交通站，为革命时期扶桑干部、疏散煤焦、团散资金等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段革命历史也为老街增添了龙角界红色印记。同样是到1930年，顶帮街沿着西南方向延伸，形成顶帮路，也就是如今的顶帮片区。到山头堡日渐繁荣发展的背景下，这个山头吸引了客栈、腾风酒等不当业态，并形成山头加炸的名词。正邦路的业态比较杂，并且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这个这个经营内容。在这个民国时期呢，这干货啊、粮果这一些，还有一个呢就是和尚，大概就在80年左右吧，开放改革了的夜市很破业，主要呢粿条面，还有这个经济放菜要排队的。古尼丁邦路、海平路至德兴路等改造横生，焕发生机，为定向商业楼街的烟火气，我此规划打造丁邦路每只街，将引进潮汕特色每只，打造集餐饮甲文化展示、文化创意、文化交流等一体体的潮汕菜特色品牌展示场所，带动小公园开埠区激发每间经济生活力，推动潮汕美食甲文化融合发展，做好新时期 Q 嘅文章。那么现在我们把这些，这些东西啊，把这些美食集中在一起，能够让更好的让外地的游客来了，有这个仪仗式的服务，助推我们这个小公园开埠区的这个烟火气，打造小公园片区的这个新业态。目前顶帮路每只街已经完成路面优化、墙东门外立面装修等，正着每只街长约120米，有可出租商铺20多间，总面积近3800平方米。按照规划，这个将以山头特色品牌每只为核心主推，布局前景餐饮、休闲购物、诺带业态、高标准、无畏建设。山头老字号每只街，主要是要打造成网红打卡点、美食的打卡点，而且是潮汕有代表性的一些网红的一些传统的一些
让市民想老是想吃的都集中在这里，到时候就是所有的游客可以吃完以后还可以带手信，带完就走。山头拥有500多个流山菜品种，60多种东花名小吃，38项餐饮食品类的非物质文化瑞山。湾区多个老字号及餐饮品牌经营者纷纷表示，期待入住顶邦路每只街，典型流山特色美食。作为餐饮人呢，我们又合力把这个名片打造亮、打响，把这个美食文化，想传播出去。品种又多，然后呢，来又想到这个消费者来到这里，他一站式可以品尝很多这个潮汕的代表作，了解到他们这个潮汕的美食、这个文化，也可以带动其他产业。据了解，顶邦路每只街将完成改名道洗系统、公共卫生街及停车场等设施，同时结合骑楼风格特点，做好灯光、景观等宏伟布置，汇聚南区大湾街区。正邦路的旁边，它有一小块空地，准备打造成为一个停车场。在氛围方面的话呢，我们主要是结合潮汕地区的一些传统文化，比如说像我们的潮剧啊、剪纸啊，然后这些非遗文化，然后会融入到我们的这个街区的一个氛围装置里边，让这个街区有华丽的气息，还有怀旧的感觉。这个装修期大概是3个月以内，2023年元旦进行启动事业。按规划，顶邦路每只街建设之后，或将甲周边文旅资源有机创亮，并迎合新科技新媒体进行推广宣传，塑造新都品牌形象，拉近老品牌与新鲜度消费者之间的距离。让山头老字号焕发新生机，再现小公园开埠区往日的每只烟火气，拍响山头不灭声的名号。不过如果能够集中的话，其实也挺好的，这样就会方便我们游客过来吧，可以一边拍拍照，然后一边吃的话，然后还可以拍一个 vlog 那种。有一条聚集的一个美食街的话，这是最直观的展现我们潮汕的一个饮食文化、地域文化。还有一个传统的历史文化，我有朋友来，我们就会直接带他到那里，让其成为连接海外侨胞的一个纽带，让2024年参加潮团联谊会的华侨们能找回当年的味道，让更多的侨二代、侨三代能够了解潮汕的更多文化。我们接下来将推出潮汕美食电子地图，推荐餐厅、菜品、美食宣传片等内容。把酒店、景点、旅行社、旅游路线、非遗文化等旅游元素，提供一站式的美食旅游攻略。站内多次库五号快速路下乘广场路段，直接新灵旺小汽车怀疑撞上路基界的扩大，逐地惊测况，场面十分的惊险。所幸的是，小汽车高调左侧路的龙头行驶了几秒，并到撞上路中央隔离带后下了落来。行车记录仪视频显示，当时这只新灵旺小汽车行驶到五号快速路高更路山北路出口的时候，左将撞对路边的烈火大，九只车向左狂驶，右侧路的龙头直到离地悬空。不少人通过视频之后，拢为司机拢到通心肝。突然间多出来一块，也是比较危险的这个情况。本来那个灯光就比较差。然后可能看不太清楚，也会有危险。晚上，这绿化不是刚搞没多久吗？它也没有说特别明显，尤其到晚上，你不留神的话，可能会碰一下吧。庆幸的是，发生事故的小汽车高着左侧路的龙头，行驶几秒之后，撞对道路中央隔离带，并最终下了落来，无发生侧翻。对此，交警部门提醒广大驾驶员。日常要加强对车辆的保养检测，确保车辆安全性能良好。驾车外出的时候要集中注意啦，注意观察路况，预防道路交通事故。
记者也了解到，目前交警部门已经落实此推广动心，尽快多街路段的绿化带设置警示标志。建议的话，还是加强一下提示标志吧，要不真的碰到车了，就出安全事故不怎么好。司机这边的话，我们既然知道这边是新开通的，也到这边开的时候专注一点，也注意一下，安全第一嘛。本来的路就比较宽，提醒司机注意也比较好。出门在外要多注意安全，谨慎驾驶吧。现在直接偷几百架小汽车堵陷在高速公路顶端发生事故。澳北捷嘅驶往杏武背嘅车按道理行掉袂管，立即换上了金河牌。伊以为先不债，贵不及，立被此交警高速公路大队嘅判话民警火硬识破。杏武背也因为驶行边走伪造机动车河牌，被警政扣留十五日。此起交通事故发生到8月14日深夜，事发现场到陷海高速公路长兴路段。当时，邢某辈驾驶黑色小轿车从广州方向往福建方向行驶，到事发路段的时候，被后方一只轻型小型货车侧撞。事发后，交警部门立即到场勘查，民警发现此只横跨沃溪9616W 河北界黑色小轿车所处的位置十分蹊跷。按常理说，这辆涉案的黑色小车应该停在这辆轻型厢式货车的后方。但是从现场上来看，这辆涉案的黑色小车是停在轻型厢式货车前方几百米处的地方。我们感觉到这辆涉案的黑色小车发生事故后，可能是出于某种目的，想要离开现场未果，才最终停在现场。民警随车发现，这只小轿车行驶十分可疑。这辆黑色小车的车厢后排座椅全部拆除，后尾箱和车厢直接连通，主副驾驶座的遮光板全部打开，有规避卡口摄像头拍摄的一个可能。而且涉案驾驶员王某培是一直佩戴深黑色的口罩，行迹十分可疑。随着现场勘查的情节，民警又有了新发现，车身布满了大量灰尘，但是他的车辆前后号牌都没有同等程度均匀分布的灰尘。我们通过进一步去勘察他的前后号牌的旋钮，发现那个旋钮是松动的，有人为变动的可能。随后民警调出了视频资料，发现肇事发生黑色小轿车横跨的是几何牌 WAWR157。发现这辆涉案的黑色小车当晚从潮汕环线高速公路景都收费站进入高速的时候，悬挂的是一副粤 A 牌照的假号牌。事发后，王某培才把真正的号牌悬挂上去。咔嚓的证据明载，邢某辈对其驶行伪造边走的机动车河北界违法行为经营不悔。经目清洁了，交警部门一直在依法对邢某辈突然行政扣留十五日，罚款5500元加机卡21元的处罚。其中，在外走边走河北罚款5000元，加驶证机卡12元。邢某辈为此后悔不已。交警部门提醒大家，在外走边走的机动车河北是直整违法行为，切勿以身试法。考生是脑筋的天性，但必须上到安全合适的地方，否则可容易发生意外。最近，市民可能是到经过市区光华桥的时候，就发现挂个脑筋把大桥当作溜骨棒，肆意旁边玩乐，容易十分的担忧。可能是的，9月16日的6点左右，到光华桥顶有四个小学生模样的脑筋在落生。伊能把光谷嘅强轻下嘅灯绳骨推，直使自己白气去流落来，严重把起个灯绳自己摇落掉。多只脚卡过路，白气白落，搞到你骨崩未有听，出门弄前后后腿都差唔多小黑气症开始吧。可能是表示，大脚直情是白路，另外直情是背开，日思朝威又无防护设施。如果侬见到旁边的时候正唔在光，可用盖住到顶杯大空拨落来，后果不堪设想。卡头要靠住机动车经过，是啊是啊，等下是打停票卡拨落就好唔响话。
康能市希望相关部门到光华桥顶设置警示标识，并提醒家长甲学校要注意推广甲教育好农家，卖让伊人去危险的地方耍，以免发生意外。我今日在摸落耍嘅时候，我是着用力，只做带下水机啊，阿己都买落机，只做阿己机动车比较重要，门下电希望呾只做我今日嘅家长啊、学校啊，我将教育提升下咯。赵所能、常敬祥、耿成成，主席领袖，到过去嘅战争，的而很好嘅体现。为灾情百载相报荣光，感受赵人经验法则，或此真心组织潜入外国赵所战争界，在时兼声。到此拍卖光跳破江城吊山战争点光，明早简单嘅仪式过后，吊山战争点光正式开光。吊山战争点光包括西海桥恩战争兴起飘上皇冠红色桥枝四个部分，通过图片、文字、实物、文像等详细材料，赋予影视、互动、体验等表现手法。全面系统多渠道，正是赵山战争的王者生命线。再现百载相报荣光，感受赵人经验法则。生动体现华侨爱国爱乡的赤子情怀。通过这四个部分呢，我们了解到了潮汕钱庄的一个组成，还有潮汕钱庄的当时一个发展史，以及我们的华侨对我们潮汕钱庄做出的一些贡献。今天呢，我们重新循着这个潮汕钱庄的生命线，然后重新回到百载商埠的荣光过往，也感受到了华侨漂洋过海的一个历史。1860年开埠后，汕头迅速成为东南亚经济贸易框架重要节点，独掌成为东南沿海地区重要的金融中心。建设赵山战争点光是推动文物挖掘利用，再现赵山金融历史，体现赵桥家国情怀的重要基础，也是做好新时代桥的文章的一次生动实践。通过点光灯，一张张钞票，一方方纸钱，一件件器具，引导前往参观的社会各界人士，深入了解光大赵家华侨甲侨乡人民，建设家乡追求美好生活的精神财富甲文化沉淀、文明成果，同心同德，做好新时代侨的文章。潮汕这个地方以前金融很发达，东西也很多，所以呢就下去收藏、下去研究，可以让更多人看呢、这样就更有意思。金朝九月，五谷丰登，桂冠飘香，春耕地头直派丰收的景象。再过寡日，南疆迎来端午节，东国农民丰收节。明早，金平区台内街道举办农民丰收节主题龙雕活动，创红顶时乡村振兴发展成就，听现农民幸福生活。明早到土内街道新时代文明食讲所，看到大张大张赵山好风光等钓鱼歌曲的唱响，土内丰收节活动拉开序幕。到现场，整雷皇都界名优的龙山饼集中亮相，经大家免费品尝，透着浓浓的喜庆甲丰收的喜悦。近年来，土内街道始终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培育了一批农业领头企业，其中牛场腰车海、奶厨老窝、天降黄石榴、兴隆内教风顶，直村直边特色农业名优特产，更是通过不断研发创新，营销全国各地。这几年来，传统的老子方式基础上，增加一些二级材的研发开发，马上我增加一些个加工后。速冻，冻后咧真系内仓，再来增外口，向外口嘅推广，小到嘅泰国、英国，吓、形势非常好。多区嘅支持成功成破了直升直兵。交流黄泽东，台内街道邀请黑区石龙企业代表银行等做交流互动，让企业了解最新嘅金融政策。通过这种交流呢，因为经济部系拉近甲石龙企业甲龙口即系这种距离，让伊能全面嘅了解往龙坑脉，再等再这种
虎梯嘅政策，或者山边嘅特点啊，结合家己经验嘅情况，伊可以选择其他某种嘅山边，那么呢，可以对金毛下阶段自己生产经验起到比较大嘅帮助。河南街道本次农民丰收聚活动也吸引了捏面嘅协会、执法嘅协会等前来采访。用执法甲捏面等多种形式记录河南嘅旖旎风光甲变化，传播春梅、露梅、山叶梅嘅乡间风光。啊，作为河南人咧，我又是一名歌手，我系努力唱出更多更好嘅作品，让人更多人咧感受咱钓鱼歌曲独特嘅魅力，甲农村地区嘅发展变化。丰收节呢是农民的节日，下来呢我们街道啊，会继续夯实农业农村发展的基础，啊，进一步来优化产业结构，推动乡村振兴示范带的建设，不断来回应村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驼梁啊更加富饶，更加美丽。这个节一张小平火爆网络，一个骑到网球场顶端的少年，比着个的男来袋坐着一副网球拍。多了解避难少年成长故事后，网友纷纷感慨：网球让自己画作少年实现了人生的突破。少年名叫幸福，来自湖南临沧参观画作子弟馆，练习网球已经六年。到2022年，蔡少年网球巡回赛广州站的比赛当，幸福五段收获有14座男单冠军。话因为比林少年的小平遇到盲丁走硬，有网友表示被民族特色十足的比林及网球的宏达所吸引，有网友欣赏幸福新丁人的个少年感，甚至挺拔目光坚定。更多的人是到了解幸福的成长故事之后，感慨网球让这个画作少年实现了人生的突破。过去六年，幸福每日唔够六点就起床，挥拍七寸外之后，顶他一个话有天灵风凉及文化区。幸福不再疲惫嘅奔跑急叫，掴摸着每一个站着赛标嘅机会。一副网球拍寄托着少年嘅梦想，也就是成为一名职业球王，到更大嘅舞台上为国争光。如果打网球拍承载着幸福对未来的无限期待，也必然即诉说着伊个家乡个深深抗量。比赛的时候，这个去观赛的老乡把这个必然送奔幸福。到当地，必然是好少见的干股。过去幸福小虎背包做工课的时候，也总是逼着必然落仓。如今通过体育运动，如来如做的农家走出大山，走向更广阔的天地。包括幸福到来，六年在被网球俱乐部发掘的七个农家当，已经有六人取得各个类别的巡回赛冠军。遇到幸福夺冠的前一个月，20个只有8-9岁的华山农家，第一次离开家乡，第一次参加正式的足球比赛。就把蔡少年足球校车赛的广阿公奖杯抱回来。对于大山的农家来打，体育拍通了向上风景的渠道，增添了更多的生活可能。更宝贵的是入门随无声的滋养，是到灌水当酿酒的强强体魄，到困难当锻炼的乐观自信，到一次次失败又一次次站起来之后磨练的拼拍精神。无论赛场内外，有一个金牌叫做拼拍，自信、激情、敬意、赛图，许出挥挂如何的身影，彰显着体育之希望，也成就着青春之中国。比林少年在路可期，也期待到更多力量的支持，体育中国的青春力量令更强势，改变更多小小少年的人生。